今天又是要送谁去哪个国家？马尔蒂夫、美国还是日本？可能接六探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？要对我有点期待啊！没有人有期待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次准备出发，回家啦！哎，真的要走吗？真的要走吗？确定要走吗？我确定一下，如果是假的就死定了。是你的哎，这是你的。哦，好了没？他窃取我们公司资料哎。好了没有？这种开场到底要几遍？你他妈每次都被网友质疑，我们就像个傻子。对，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第二个盲点啊，没有护照是怎么拿机票？要这种开场，我们只想要做一个效果，就大家是针对我们痛点打，你们都寒空心冷气。这是一趟很累的旅程，但是这个旅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凯凯，给我一个完美的 tempo 吧。对，没有很快啊。欢迎座位，请通知工作人员，谢谢。出发吧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以为今天只是送你们来日本吗？我跟你讲，公司大放送，待会我要带你们去买衣服。我有公司大放送吗？你要离开？我那我很开心啊！他刚刚讲的从头到尾的语气都是平的。对，你以为大放送没有带你们去买衣服？那你不想买，你可以跟我讲啊！你干嘛那个那种态度？好了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下北泽。真的假的？下北泽，对，我很想买衣服。没错，那是花公司的钱吗？啊，对，这是公司送你们的。你是说送我们车票过去，还是要送衣服給？送衣服给你们，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前往到那家店了。你会去吗？我也会去啊，当然会去打。没有，我是说你会去吗？我不是说你会回去，我说你会去吗？你会走过去？你知道怎么过去吗？我会啊，会啊，当然会啊。好吧，出发，出发，买衣服。呀，终于来到我们的第一站，终于有开的店。真的，一路上来真的没有一家是开，因为现在还比较早，你知道的。但是。我必须得说，这家店真的是完完全全吸引我。为什么我今天朝在那边开的原因，是因为，锵锵，这里有件 Ben Davis， 你看我的外套，也是一只熏熏。这家店怎么念啊？哦，看一下，这间店啊，没有啦，它叫做 Nabaru Shimokitazawa College， 这是它的全名。Nabaru 就是这个这间店，这家店的，然后 Shimokitazawa 是下北泽的意思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那种潮牌的品牌。然后像我外套嘛，就是 Ben Davis， 而且还有一个你最重要，我最喜欢的，你最常看到的，真的被问爆的其中一件。真的，那时候超多人私讯我问我说，这只鸭子到底是哪里买的？因为它后面是一只超大只的鸭子，我很喜欢。然后这个叫做达库鸭，我非常非常爱的其中一个品牌，真的很可爱。它长得有够嘲讽，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嘲讽脸啊。拿这个东西，哎，就是你看不到它眼睛哦，搞不好它眼镜拿下来也没有眼睛。这超 Q 的啦，它外套也画得太好了吧？真的，而且它的鞋子好潮哦，
鞋子应该也是画得非常的用心，这真的超级可爱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这家店，我还特地查了一下这家店在哪里，然后我要来买达姑鸭。Exactly what I did. Now we're together and I can't wait to start the rest of our lives here. 你要什么我买给你，来拿去塞着，你会感觉到厚实的。什么意思啦？你怪人啊。算了，我不懂海绵好。你不是有海绵吗？不是海绵。我的吧。怎么会唬你？这样还能讲？你都把我骗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这样还能讲？骗你到日本来？搞不好到时候等一下你就说啊，欢迎我们达库拉设计师，然后就会是那个佑明出现，佑明特别出现，然后穿着那个全身达库拉的潮牌这样子。啊，是真的，是真的达库亚设计师在现场，要不要访问他一下？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能说不要吗？你到底会不会了解？所以我们要欢迎的是 Hookers。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可以邀请到达库亚的设计师 designer， 真的超可爱的。这是完全，你是在看他是在看价钱吗？哦，原来卖这么贵。好的，竟然福卡祖本人就已经在现场了，那我就想问他几个问题。来，小弟上手稿。我想问一下福卡祖上，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样的品牌，或者是这一只鸭子为什么想要画的是鸭子而不是兔子之类的？7年前に。ブランドのキャラクター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、ストリートファッション着た、動物のキャラクター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作りました。なぜアヒルにしたかっていうと僕がアヒル好きだったからです。ああ、所以就是因为喜欢鸭子，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街头穿搭文化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在画这个牌子的时候，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精神给消费者吗？まあ一番はこう楽しい気持ちになっ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と思います。少しアメリカンカルチャー入ってるから、まあそれを楽しんでほしいと思って作りました。那我想问问看，就是这个牌子的基本价位 ？T シャツでだいたい1900円、あとフーディー。哇，3900元，其实没有很贵，基本上其实是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入手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材质的话也是，他也会去钉吗？就是材质也是他指定的吗？もちろん。哦。値段はそんなに高くないけど、品質はこだわってます。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也算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。是我们可不可以跟他 A5 件？就5件，不是 A1 件，是 A5 件哦。5件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在场有5个人嘛，见者有份。啊，所以五枚。啊，那もちろんもちろん。もちろん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请设计师？再送我们两件，就是给我们对，你知道网络的好朋友 fans。啊，それはみんなが選んだら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。我被支持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两件可以挑，跟我们就是今天有撞衫的。
这个达库亚的衣服了吗？但不得了，我们员工就在旁边直接逛起来，你看，又买又买啊！这个我就不说谁的哈，对不起，这我的，这我必须得承认是我的啊。然后这个啊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谁的风格了吧？这个不用多说，来，你猜猜是谁？这是阿辉啊。嗯那这个是主人的包包坏掉了，哎，包包坏掉了，所以还又得买一个包包。好吧，我们来结账吧。好，那我们在逛街之前呢，我觉得还是要再度感谢达库亚设计师送给我们这么棒的衣服。这个牌子我真的是超爱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机会来到日本的话呢，我告诉你没有关系，台湾也有。台湾的话，目前西门町这家店有在卖。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去买这个鸭子，很不错哦，大家一定记得去，好吧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去逛夏蕾泽吧，拜拜 ，Let's go！ 来吧，走，自己走到后面。其实我是露营啊，就是你只要在冬天，冬天的晴朗的早上，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富士山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你的日文蛮屌的，有点像，就有点像我们在日本，在台湾的时候看得到101那种感觉，它就是可以看到富士山，很美耶，这个。刚大致看了大家的愿望，很多都是希望考上好的学校，有考上你看像这个第一志愿的大学，然后还有一个好像也有考这个考这种职业的，好像学生居多哎，都是在讲说想要考上什么大学，对，哦，所以这里可能来学参拜的学生比较多。杂货店，它的名字叫做 Village Vanguard。 它这里原本是书店，然后后来慢慢的放了很多就是在日本非常有人气的商品哦，来自日本各个地方的商品，所以里面可能什么都有。嗯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去看看，顺便挑几样礼物送给你们， Let's go。都市传说，那你知道自然型的都市传说？都市传说，就是曹立宪他家到底跟公司有多远，因为他总是说他2:30就会出门，可是我们总是5才看到他的人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都市传说，搞不好中间他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自己也失忆了就忘记了。他竟然有这个，那什么，这个
把水抱倒到报纸里的时候会不见。魔术道具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我之前在。哎，请进。现在普及化喽。这好可爱、喔。哎、欸，这很可爱。多少钱？6000日币。这不好带。哇，这很可爱。真的可以买吗？不然我们不然先保留。我们抱着它去找老板看看。好。这个。啊、哦，这个很有 feel。这个很可以耶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女生那个、啊、化妆品很多刷子类的也可以放这里，虽然刷子比较短。这好赞哦，这个我也保留。可是这个男生会喜欢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你买的大家都喜欢。OK， 好吧。哎，これいいですか？这很难带，我觉得扭蛋机拜拜。拜喽。为了秉持我们公司环保的概念，我们买一个这种杯子，可以这样直接把它挂在你的书包上面，你去哪里就直接有杯子，我觉得很方便哎。这次也不，这个换洗了吗？带一个。我要买这个牙刷，是超可爱的，它很方便。它就是哦，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头拔下来，然后它肚子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它就伸出来，然后你不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收成这个 size， 你不觉得很方便吗？不管了，我就是要买这个，你给我喜欢的。我不笨，我只是不会说话。我不笨，只是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不笨，我只是喜欢打断别人。我不笨，我只是不太雷搞。我不笨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买的差不多了，没有想到会这么好逛，而且里面有非常多复古旧的，二手的也有一些，对，我觉得很酷，就是那种现在你可能已经买不到，可是在里面都可以找到，很漂亮。哎、欸，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很像那个很文青的那种东西，还蛮多的。它真的是什么都有，真的是什么都有。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们下一站原本要去吃咖喱饭， uh-huh. 但是因为现在还太早，我们行程有超前了， uh-huh. 所以说呢，我们先去旁边逛一逛，他们当地人要带我们去旁边的小店逛一逛。好、okay. ，太好了 ，Let's go。而且重点是，刚刚我们走了至少应该有19条街，19条巷。好的，在下北泽的地方，其实有三个非常著名的东西哦。第一个是剧场，然后还有古着，我的最爱，以及咖喱店。咖喱，但是只知道日本有很多咖喱，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下北泽的咖喱是这么出名，对，这么多家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咖喱店就是很特别。今天来到的好像是印度类的，我们都还没吃一个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家好不好吃，好不好 ？Let's go, let's go。好的，刚刚有提到说，就是这边的咖喱店也非常的多家。我们今天就是来到这个魔法药草，药草很酷哎，感觉是可以治百病那种感觉。而且是 Meiji Spice， 今天店长特地推荐给我们的这道菜呢，点法是这边的这个，然后加上觉醒。我们现在吃看这个干咖喱哦，这个饭来喽，黄黄的，会不会单吃有什么味道？告诉你，就是饭，它是黄色的饭，但没有咖喱。哎、欸，我只能说很好吃，就是汤的味道很香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吃、欸，是一口饭一口汤吗？因为我们平常吃的咖喱都是狗狗的，所以可以这样子。它这个，我们来吃看它的鸡肉好了。啊，这个小鸡腿，小鸡腿。哎、欸，
把这个煮非常烂了。刚问了一下，他们说就是这样，饭捞一口，然后去沾那个汤。嗯，很特别，意外的搭，我没想到咖喱做成汤可以是这个味道。嗯。什么意思？我买到一个新玩具，它可以像鸟一样尖叫，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需要阿慧的嘴巴了。这一个点是我们之前早上开场的时候，那个衣服的店的店长公Nabaru 哦，对，他就是刚好在 Nabaru 的三楼，所以如果你有特别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很 chill 的咖啡厅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来，因为这边真的是气氛很好，超舒服，好，而且重点是它上面的 menu 上面都有英文，英文有英文，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点餐的，没错，就看你想吃什么。对，等一下。好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啦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位，你这个最好自己负责，巡卡。巡卡，巡卡，巡卡，巡卡。自己倒的有没有？自己倒的自己负责哦。自己把它踢掉。自己把它剪进去哦，哦，剪进去哦，哦。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只是把茶叶压下去，压下去，这样你在倒的时候茶就不会倒了。中间吗？我想要这样子画。可以，来喽。可爱，叮当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起司吗？起司的味道。对，我直接传给你，你就直接复制就好。来到就是最后一站，下北泽的最后一站鸟贵族，我们来吃串烧。然后现在吃完，我们要做结尾，所以我们现在把阿明叫醒了。起床了，结尾了。怎么又花掉了？真的花掉？你怎么又？OK， 再次感谢达库鸭。
赞助我们整趟的旅程。不仅如此，我觉得下北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日本的话，你一定要来下北泽逛逛，会有很多特色的，有很多特色不同的衣服还有古着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也很想要买到达库鸭相关的衣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台湾也买得到，西门町那边有一家潮牌店，你们都可以进去逛逛，那边都有最新的达库鸭的商品，所以不用担心买不到达库鸭的衣服。好，然后今天的影片有，我们这次送五名，然后其中两名就可以得到我们身上穿的这个，就是达库鸭的 T 恤，有总共有两件，我们只有 M 号的，所以你自己可以斟酌一下，就是自己斟酌一下哈。那剩下三名就会得到我们在那个 Village 那个杂货店，就是很多 NBA 的那个书店改建那里，我们挑了非常多礼物，那我们也会再从这些东西里面挑三名送，所以总共是五名，这么好。哎、啊，你刚五名啊？好的，非常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会喜欢。然后我们也买了一些东西，之后也会陆陆续续额外再拍一些影片，然后麻姑师太也会上。那安安辫子周三周六上片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！谢谢达库鸭。You've been down this road for far too long. He left your love behind, but still you keep on crawling back.Despite the pain inside, '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. Well, give me a chance to show that you can be. Well, open